可以看到这边的风景啊。那金刚才坐水上巴士到了台场，然后来到日本的最有名就是要看他歌集啦。每天一二三四五六日记得看 RAU2。传说阿尔宙斯，身形浑圆且带着光泽的奇异宝可梦，不论是看似木纹的体表组织，还是头顶的开孔等外观特色，都像极了喜翠地区的精灵球。不过，只要情绪一高涨，积蓄的电流就会从它头顶上的孔一口气被放出，因此时常会让周围的人和宝可梦触电。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即将于2020年1月28日发售，别忘了预购哦！和宝可梦剑盾联动可以获得谢米哦，和精灵宝可梦联动可以获得皮卡丘和伊布面具哦，抢先购买可以获得咒狐面具，还可以获得卡蒂狗的和服组合。抢先购买盒装版可以获得阿尔宙斯 V 特点卡，下载版则会获得30个承重球。1月28号也会在 Enderly Lifestyle 频道直播。